一般的 FPS 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吗？那么是时候带上 PSVR 与 Farpoint 极点来一段异星大战的时候咯。极点是一款虚拟实境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玩家将扮演不慎被卷入虫洞的太空船驾驶员，为了寻找两位失踪的博士而与异星的众多生物展开大战。游戏的架构非常简单，玩家必须要一边对抗来袭的外星生物，一边寻找博士们留下来的立体影像或是记录。当到达有影像的地方时，玩家可以使用控制器的 L1 按键来扫描，借此了解博士们的踪迹以及关于这颗星球的真相。而在战斗方面，玩家不只是可以使用散弹枪、能量步枪等多种武器，还能够搭配榴弹炮、火箭弹等副武器来对抗敌人。只是异星生物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它们不止种类繁多，还会从各种奇怪的角度袭击而来。玩家必须要用头戴显示器眼观八方，消灭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生物。另外，为了让玩家能够更加投入这款游戏， Sony 也顺势推出了特制的 PSVR 射击控制器，玩家将能够像是真的枪战一样，拿着枪型控制器爽快射击，不管是瞄准射击、腰射还是横着射都没问题。另外，游戏也可以双人合作，让你跟朋友一起进入这超神秘的世界哦。